你可白，你的袜子怎么了？因为我刚刚不小心这边勾破了，他们就说这边破了，那这边要对称，所以他们就把我这边撕开。我刚刚只是随便问说，你裤袜该不会是不小心被勾破的？结果他说对啊。我还以为他特别精心准备的。我以为你要说是你们设计的。不，我是精心准备的。你可白，你今天是目前为止身上穿的让你最不安的是哪一个部分？上衣，里面很露，很露吗？所以你等一下跳舞，这个外套会脱掉？会脱掉。你说脱掉以后，连我们都会吓到？你会吓死哦！不会是只有 bra 吧？哎，快了，而且很薄啊。你先转过去，让 S 到那边去看一下。好。我去。你的表情好像有异形要钻出来，什么意思？这样好吗？我觉得这尺度可以吗？这尺度比起来，还有个摇摆，勇哥，你看。不行了，那你下面有网袜就没有，因为它其实是。三角，它是三角的，裤子不会要脱掉吧？不是，我怕它裤袜头露到这边。没有没有，它其实是三角，而且最恐怖是要是跳它，搭理这个会整个撕破。哦，奇迹地没有人在管裤袜头露。不是你爸不是不准你穿太性感吗？是这样，可是我跟我爸说这是一个表演，而且是难得来康熙，所以要特别。你明常来啊。可是舞蹈大赛说是不一样，这是一个很棒的作品。你可白不要费心记舞步了，因为你跳的时候会有一大块马赛克一直跟着你。齐慧小姐在今天的明星当中算资历比较久一点的。所以你跳舞的经验应该远超过大家。我跳舞跳了17年了。不过我是学就是芭蕾啊。今天不是在比谁跳的久这件事情。对。欢迎请冰冰姐来，她就赢。可是你们不觉得那个张琪慧的外套感觉真的是防寒的作用比较强一点吗？防寒吗？我待会我也是里面有 surprise。哦哇。对，我不觉得你的 surprise 会比米可白大，真的吗？可是这应该是我尺度最大最大的一次。我很惊讶，张琪慧她说她也要出写真集了耶。是啊，真的哇！所以不管几年，大家都会走上这一条路。可是张琪慧是大人了吧？我26岁，比我想象中的小蛮多的。对，因为你出道太早，对不对？对啊，我15岁就出道了，怪不得我。对，我还以为他，对你的问题跟我想的一样，我以为他比我们都，没有比我，比我就不太好。准备好了吗？来哦，该不会是侧面吧？该不会是侧面吧？我看一下。你们女生到底对于露半边屁股的意思是怎样啊？害羞吗？若隐若现吧。若隐若现，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太像欣雅也有一张就是露屁股的，就是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男生没有，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欣雅她的尺度会感觉比这张宽？因为欣雅露出屁股，她有露出中间那道缝。哎呦！可是她这个只是因为性感的地方是在于有缝，有下面的线条。我们用色情温度计来回答好了。你可。这一张会让你增加一点点想要买张琪慧的写真吗？会，会吗？会，这有加分。这张还蛮性感的。你看到什么？你喜欢他的屁股。3点全露，你并没有要看，是不是？嗯，不要，那就不如看 AV 女优啊。是，对啊。所以看女星要有女星的乐趣，然后看 AV 要有 AV 的乐趣。所以你真的是一个逐梦踏实的人。可白小姐突破你。好快哦，快哦，耶！哇！哎，这真的很不像你。对啊，不像。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身体是长这样哎，真的假？请问当时是不是有新闻记者把你这个照片的脸遮住，跑去访问别人？哦，没有，就是有人就是访问其他艺人，就说你看这身材是谁，就问克凡哥，克凡哥就说不知道，后来他把脸打开就说啊，原来是米可白，他很开心，他过几天看到我说米可白借一些清凉照给我，他除了这之外，那个他看你的眼神会不一样哎，对。
啊，而且郭贤哥也是，郭贤哥因为看了影片，因为我们其实他还有拍摄影片，看了影片之后他说他很喜欢我。对，本来是很冷落你的人，对，本来都不会跟我聊天，都跟一些比较就胸部比较大。他很喜欢你这五个字的意思是，就是就还蛮他真的要交往吗？不是，他就跟国荣老师说他很喜欢我，对，就是因为看到他的这些，对啊，哇，差别好大哦。尼克，刚才本来你的名单里没有米可白，对不对？我还蛮想要这张的。只要这一张，对。你说我们等一下录完，你就把这张拿下来给你这一类的吗？哦，对啊。你只想要收藏这一张，今天。这张真的很漂亮。这几张当中，你最喜欢这张？对。哇，谢谢你，为什么？谢谢你。因为就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然后又湿哒哒的。湿哒哒。好，接下来齐慧你准备好了没？好了。好，我们欢迎张齐慧。Ferragamo, stunner shades of Scoochie, bitch, please. You got the D&G on your hip, thinking it chews the shit. Mac lip gloss on your lip. Let's go. Enough.表演啦，真的吗？很专业，都瞎，好多细节都做到了。对啊，很难跳哎，这个，因为他有舞蹈基础啦，我觉得应该。可是他也很难，是因为他本身其实说真的很闷哎，所以光是要把它调慢，一般人是要很难快，还是很难慢。我刚在看的时候，因为中间有几次戏剧化的转折，我就想说，本来家长可能还在很安逸的跟小孩一起吃饭，然后到最后。后来又那个是我想说，家长应该很难处理。妈妈还为了要关电视而绊倒，太措手不及了。加油，米可白。
是很放得开，然后投入的表演，而且真的硬。我不是说身体，是说很硬式的性感。他是黑人风，说他是比较硬的舞摆状。然后他们你的舞者让开，让你出现的时候，你就真的那个样子有出来，就比你平常这种开玩笑的样子不一样。是有瞬间变一个人，而且他你 ending pose 那个动作应该要打马赛克吧？啊，可是我应该没有看到吧？我不是说那边哪里，是说你这样哎。哦，他已经不在乎这件事。我今天会不会太明目张胆？就是你知道，你手就放在那儿。可是前面的时候其实也有哎。对，有哇，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我们不会被这一段不会被投诉啊，因为刚才家长已经转走了，已经没有人在看这一段。爸爸一直熬夜要准备看这一段。